我家门口，关我睡睡，你在干嘛？哎，你不是住在吕秉杰家那个小太保吗？少战胜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什么小太保？是你告诉我的。没关系啦。你来找我姐姐的，是不是啊？不是啊，是了，是他同学托我带东西给他了。一下子是，一下子不是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你能不能进来说清楚一点啊？来来来，进来进来。走了，走了。嗯，包洋撞。这个进来呀、啊！你来干嘛？我今天在学校没有看到你啊，想说你请假了，所以我就。笑什么笑？有什么好笑的？为什么不能笑？嘘，我很好，我没事，你回去，回去啦。为什么请假吗？湘云，哎，湘云啊，不要再叫我了啦，快回去。扶妈起来，爸要换尿片了。来，妈，我来。丽君，我看不要换了。怎么可以不换呢？湘云，你一个人可以吗？啊，有战争陪我，可以。妈，你先躺着休息。啊。战胜，你去拿脸盆跟毛巾，快！我来，我来。没关系，丽君，我敢不要换了啦。怎么可以不换呢？来，我来了。妈，邵湘云，我来。你是谁啊？邵伯伯你好，我是邵湘云的同学。我不要换了，不要换了！你处决，处决！邵伯伯，请让我为念祖哥做些事情。我说不要换了，处决！念祖哥救过我的命，我们是好朋友，请让我帮忙好吗？好，来，你站到这里来啊！啊，来，这边站，这边对。力量要平均啊！啊，我数一二三，好，把它抬到床上，床上来，准备，慢慢来啊，二三，好，来，起来，慢慢的，可以啊，小心小心，别动，可以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哎，秦三这边，好来。来，站起来，准备好，好来，裤子先脱了啊！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可以，好，可以，可以。来，这个慢一点啊，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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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抽，会刮到。好，来，来呀，出来，可以了。来，去拿布来，先把它擦一擦。新的拿一个来，快点，那个擦干净。水干，水干，擦爸爸的这个。哎，好，来，后面，啊，这边对，另外一边，这边拿，这个，哎，好，来，再这样去洗。再拿一块新的来，给爸爸那个。换上去，好，来，来，我垫下面啊，来，好，抬起来，
对不起啊，那我……我真没有想到，有一天你居然跟我说对不起。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你在看什么？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可以做这些事情。我爸在823炮战当中受伤了，病了很多年，他脾气很不好。我妈为了让我们三个小孩可以顺利的成长，她一肩扛起家计，现在也累病了。我做这些算得了什么？说真的，如果需要的话，不要说请假，就算让我休学我也愿意。吃蛋糕呢？怎么有心事了？校长，你觉得我是怎么样的一个儿子？你自己觉得呢？我觉得我是个只会看到自己痛苦的儿子。怎么说？我去了邵湘云他家，我见到了他的父亲。哦，邵连长啊，他残而不废，真是了不起。嗯，他的了不起，是在他尽了自己军人的职责。可是，更了不起的是他的家人，尤其是邵湘云。你看他平常那么开朗，甚至有点凶悍，可是。当面对他的家人跟他父母的时候，他是这么的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是无怨无悔。对，对，就这句话，无怨无悔。而我，你怎么了？我的父亲。同样是因为尽忠职守而忽略了他的家人，我却一直不谅解他，还怪他让我失去了母爱。我处处的跟他作对，跟他唱反调。我觉得我……你想让你爸爸知道你的感受吗？为什么？20年前。我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离开北方老家的时候，我娘亲手为我纳了一双布鞋。我嫌它样式土，颜色不好看，我迟疑的不肯戴。这20年来，午夜梦回，我总望见我娘眼中的失望。精神，如果可能，我多么希望能够跪在我娘面前，我要亲口告诉我娘，儿子错了，儿子让娘失望了。我要穿上娘亲手为我纳的布鞋。知道这一辈子我还有没有这个机会？
今生，把握现在，不要让自己有后悔的机会。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。我知道，校长，我出去一下。 真的很幸福，很幸福，妈妈。对不起，我想把这个蛋糕带走，可以吗？ 中央演习，你们要加强巡逻啊！哦，知道了，组长，那没事也早点回去休息。我公公看完再说了，先走了啊。组长，再见。再见。金生，怎么来了？有事啊？ 没事，来，坐，坐。爸，阿爸，我还要回去看功课。我是来，来干什么？我不想后悔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又惹事了？啊？不是啦。 我只是觉得我很自私，我从不体谅你的痛苦，只是一昧的扩大我失去妈的难过，而没有想到说，我还拥有很多，我有你，还有阿嬷，还有吕校长，跟所有人对我的爱护。金山。 你来是来向我说这些的，吕校长说，如果有深刻的感受，就要说出来，否则会后悔。你妈嫁给我以后，我知道我很忙，我忽略了她。我想跟她说，再等等。 再等一些日子，再等我们老一点，我会带他去环游世界，我会天天陪在他身边的。但是呢，我都把他放在心里面说出来。这一切都太晚了，晚了，好不好？ 你说这些话，说不定阿木在地底下都听得到的。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，我会跟他说，我们的儿子几近前五名，品学兼优了。嗯，爸，我先回去了。这是。 校长过生日，这一份是我的，我没有吃，特别带给你吃的。嗯，阿宝，我先回去了。我的儿子带蛋糕给我吃。 儿子带蛋糕给我吃了。
妈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那天要不是因为有你，还真是麻烦。谢谢。笑什么？因为我从来没有听你讲话这么客气过。哎，那你认为我是什么样子的？猴爸布。那你这小太保。对不起啊，我的意思……我已经改过了。我知道，那天你从我家回去的事情，静文都告诉我了。你女孩子怎么那么爱讲话啊？可是我很高兴啊，我很高兴，因为我们家的事情，让你跟你爸两个人的感情恢复了。我也很高兴，我很高兴我去了你家，更了解了你，也更了解你的另一面。那后爸爸的另外一面是什么？恰杂不？你说什么？